站上小巨蛋连续两天举办演唱会，表演依旧诚意满满。真的很谢谢他们，他们是我演艺圈的非常好的朋友。好友李玉玺、小乐上台替周兴哲加油打气，还现场点唱。亲爱的，你躲在哪里发呆？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？公诞第二天，周兴哲表演声音几乎没瑕疵，但他向现场歌迷透露，其实一早起床没声音，紧急到医院打了消炎针，所幸到彩排时声音就回来了。晚安了，亲爱的自己。上找来 Ella 担任嘉宾，为演唱会掀起另一波高潮。一连唱了两首歌， Ella 也赶紧替粉丝谋福利。我们的精华就在于那个三十秒。你的精华只有三十秒，那也算蛮长的啦。两人对话逗得现场歌迷哈哈大笑， Ella 更直呼看演唱会全程戴口罩，真的要好好感谢大家配合防疫。现场宛如大型的歌迷见面会，周兴哲满场跑，握手合照来者不拒，也为这场演唱会画下完美句点。记者谢君庄、赖美玲、S N 小组台北报道。